台中日和，可是台中日和并没有收在就是这张就是爱的导读里面，没有在小闹剧里面。对，然后今天很多人就是除了那一排我的国文同学，还有就是我以前在台中时期的室友。对，然后台中日和里面很多第二人称的你，但其实是代表那时候陪伴我很多不同的你。对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有收录在那个小闹剧选集里面，但它其实算是刚才那首歌的续写。对，就是因为我很懒散，就是我住在台中就是快八年，然后这一次收录的歌曲啊，就是我后来到台北才开始表演的，因为它可能是我在台中时期的时候可能就写一半就丢着不管，可是到台中到台北之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在散步啊或者通勤的无聊时间里面，我就把这些歌慢慢写完了，所以他们全部综合在这张小闹剧里面，21世纪的 rock and roll style 而已。对，21世纪，反正其实你等一下可以跟我借 CD 看内页什么的，再决定要不要把它带回家。不是把这张带回家，是就是跟我们的那个放自己小帮手，对，跟他接洽。好，那我从此这边就是我这边画一个插图，就是有两个人就是在跳双人舞。对，就是心里面那个插画会跟歌有点关系。然后就是，为什么呢？对，就是我里面就是有一些，就是小暗示，对，就是小暗示，对，就是你们看过《乌龟主妇出任务》吗？反正我还蛮喜欢那部电影，是上野树里演的，就是，对，这里面有很多充满了间谍的讯息，对，对，哦，我整个就是很蛮对。反正这首歌是台中日和的续写就对了，就是，就是其实对，就是我在台中很懒散的日子，然后21世纪的 rock and roll style， 然后这首歌其实取名字偷用就是巴斯巴克巴子的某首歌，那只是在前后加了两个字而已，对，就是在跟离，在21世纪的 rock and roll style 里。我还是想要那个大声唱歌跟开心跳舞，这是我觉得很摇滚的事情。大费周章的小平台上